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这首歌主要是因为就像它的名字本身是一个追梦的一首歌曲，就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新青年要就是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这样一个比较的积极的这样一首歌。然后在大年三十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跟大家一块儿过年，就会感觉就是整个节目都很喜庆。哦，对，是这样。然后那这首歌的旋律在我们听来都是蛮朗朗上口的。对，其实我们这次有初一就回家了，所以说我家年夜饭都有然后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我们是一笔不间断写一个福字。无所谓啊，无所谓，心意到了就好。吃到压岁钱，好好交给父母，然后祝他们快乐成长。嗯，红包可以自己收。然后遗憾的地方就是，还是想要，还是没有完成一些。想要完成的东西吧，对，现在太多了这种事情，就有自己私人的事情，也有就是想就是跟大家工作的一些分享的事情也没有完成了。然后遗憾的地方就是，还是想要还是没有完成一些想要完成的东西吧，对，现在太多了这种事情，就有自己私人的事情，也有就是想。就是跟大家工作的一些分享的时间没有完成，不会出事儿，反正就是遵照交通规则开就行。我都是就是可能出去就是自驾游啊，就是跟我就是都是就轮着开，我不会一直开很久，当然我也是怕别人累，所以交换着开。哥，你们多久时间来考虑就是？就是一直在纠结嘛，因为你在想你的事业、你的生活圈子和你的想要做的事情。在异国他乡最期待的部分，然后以及可能现在最担心、最害怕的部分。异国他乡最期待就是回国，肯定对对对，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就还好还好。异国他乡最期待就是回国，但是没有那么着急。唱出了我们这一代就是对于追梦的这样一个主题，对，要勇敢追梦，对，就是要勇敢追梦，然后不惧前行。我觉得过年就是大家可以再就是去到自己的家里面，多陪陪自己的家人，陪伴家人。对对对，我觉得是可以跟家人一起做做家务，比如包包饺子啊，然后一起剪剪窗花啊什么的。这个又瘦了呀，多吃多吃点饭，我也多吃点饭。快乐换到啊，快乐换到。
崇拜一下。就是想去，知道吗？那我来个魔法城堡啊，还魔法城堡啊。